我是Ben林，大家都很爱种甘蔗。平常我就天边放做生，寒个时节就老师太人大追顾。不过你下我们个小鸡强苗，然后变做你下时行个网红，骑个奥托拜去公路旅行，大家听爱听下落去了哦。哎呦，这片离台山县差不多有30-40公里安远，没想到他辛苦一时时的顶头。太高宽了，来跳车哦！新步桥不落温泉区，你下坡呀就落龙海，落龙海的爽游，俺都不落海。我有个朋友在这边经营街土家山庄，我就去亲戚不去找招待一下。看下看，我个茶杯按饭，我张油哦，因为我硕士那片要调价，艰难，我糖都永远是大 Q 的生意，你看下有没有？我手讲，其实那片大难，哦，我就倒去打呀，东舅冇打，他小时候都被我电，报队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报队。哦，来，好，我先喽，不让喽。好，不让了，认真的。投一颗，来投一颗，让投一颗。哎，来投一颗。哇，这么快！哇，这么快！哎呦！输的要请喝凉的哦。好啊。你还自己买球衣哦。自己设计的，来，哎呦，冬季冇打嘞，啊，不甜嘞，啊，是啥？肚子上拉到，可以旋转换一颗，带主跳，马力跳，来了，是两岁了。晚上带你去不一样的，真的？野趴，温泉趴。哎呦，现在喝白开水，晚上让你喝不一样的，喝不一样的。对，喝什么？野溪温泉，好不好？野溪温泉，让你泡。然后喝喝看那个野溪温泉的不一样的地方。温泉可以喝，我是第一次听到。其实在日本温泉是可以喝的，它是喝微微的，可以治疗胃病，因为它是弱碱性碳酸的，所以温泉对我们泡以外内服一点点也可以，只是台湾现在卫生环境应该不太可以啊，不推荐啊，不推荐，不要推荐，但是有此一说，所以晚上让你去泡泡温泉，好啊好啊，好不好，让你体验一下野溪跟生态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我们回去啊。太阳下山了。你看我住这件衣服，这个柴犬。嘿，你今天晚上要住的房间，你知道什么房型吗？什么房型？它叫柴犬，所以你住的是总裁套房，全部都是柴犬。哎，太阳宽，有枪吗？哈，老头家有枪吗？好像啊。你看我的狗。这是你吗？这个是我的狗，什么？狗跟人蛮像的。套房，
嗨，洪林。建南，建南。等你好久、哦，走走走，我带你去夜闯我们的泡汤秘境。Special 的。Special 的。Special 的。哦，好哦，这身劲装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走走走，上车上车。OK OK。走走走 ，Go Go Go。我靠呀！哦，那 V 个放眼了就强个望，要照顾个吼，唔是艰难是艰难，冲去做事啦！连个撸电火都冇，哦！差点火就不见了，贷款全部杀掉，后盾还有做了海，可以，专业有备而来的。建南，你来，建南 ，Hello， 红林，哎，在这里。哦，我跟你讲，来到这边哈、哦，你看有溪水对不对？是。你有看到温泉吗？没有。没有，我跟你讲在哪里，我特别隐藏在一个地方的。哦，你看，哇，大家都在这里耶，懂闹耶呢。这个就是我们不老温泉居民的优野生动物啊，小心勤务喂食，勤务喂食，生性凶猛，捕捉，对，哦，太搞了，哎，你到底怎么来？泡温泉啊，泡温泉哦，过了哦，来来来，开亮，开亮，哇，你看啊，温泉在冒泡了，哇，哇，好扯哦，比扯铃还扯。你看我们用人工砌起来的野溪温泉。哦，太搞了，快，太搞了，快。哦，看到。你一般人你行行唔得，你几还蛮开放，你几还先吐来落去。你是我第一个带来的好朋友，外人，但都是我们不老温泉的居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打扰了，打扰了。来了，干嘛？雪山哦，雪温泉，雪温泉，你唔系介诶，你行嗰种雪山行雪山坡嗰种，你要泡温泉，你都爱用泡温泉，哪有偏？我都看那个皮肤会不会漂亮，该洗头了，洗看头发长出来，好啊，哎、欸，老太家收给他，这个温泉，好、哦，这个温泉它有没有什么特别？我跟你讲，这个温泉哦。没有什么硫磺脂、硫酸氢跟离子非常低，它纯粹都是碳酸氢。哎，金哥哥，真的有瘾了，要射神吧？哇塞，专业的来了。为了呀，对，我一等下就踢，水流下来就踢开。我骗你射，我骗射，快点啦！你把我骗，我给散足了嘛？散足，难固定嘛？来，去关了，去关了，好，山猪，我们所以我们这个叫山猪温泉。猪猪哈。嗯，是超冷水，还不是金冷水啊？太潮我，哎呦，真是多哦！赶快去关了，赶紧关了。还有天然的 SPA， 你看，你看，过来，过来，真的吗？哦，对了，小布穿衣来着，小布，过来，我开始背小的来了，是背小的，是背小的，是背小的来了。那就太潮哦，下边有冷哎，那边的观众。来，好了，来。你看你要射神，不射神有得有烧啦，就痛烧一死死嘞吼，啊关射就唔会嘞。哦，哎呦，美女，钓到白，神力度，泡到温泉，算是功德圆满的啦，功德圆满啦，拍手。太棒了！感谢你，正南，不是正南，建南，今天真的是完美的据点，晚上你看。再来看这边虫鸣鸟叫，安武条那边可能神的动作，很多，星星很多。你看，我们可以享受这个山林间，还可以泡到这个野溪温泉。
哇，超幸福！一般银行内唔得咯，吼，遐爱跳绳内，然后唔得探路诶。我们这个温泉的由来叫不老温泉。不老温泉，因为我们这条溪是不老溪。那以前呢，大家引这个冷水下去工作的时候呢，务农的时候呢，发现这边会出一个热水，所以这边的旧名叫热水坑。那热水坑，大家就后来把这个热水引下去，给一些登山客来做泡汤。啊，泡了这个温泉以后会长生不老，青春不老。你知道我们龙哥几岁了吗？70岁了。你看泡着这样像80岁的样子，没有，50岁的样子，像50岁，没有，70岁泡到像70年制的感觉。你晾晒去都袂打，挨晾遐盐津下落，规日爱用，皮都歹，小风是袂甜的，硬袂甜的。泡温泉泡好，睡一下。哎，霸道总裁俏秘书，来，让大家小解一下。第二片大家有看到吗？还有一个刘家的。哎，大人不要玩，太硬莫搞。哇，大家看到双胞的，哇！生人的都会提点搞，好像野餐哈、哦。哎呦，你还恁健呢？哦，你啊生人帅。嘿嘿。啊！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急。哦，有多时间讲塞尤娜啦。好了，同志，安尼继续行。你们还规日个行程呢？天南，哎，王林，早，安坐。好，昨天温泉泡的爽吗？爽，很舒服。冬后水，晚上一觉到天亮，啊，所以早上呢，早上还有在，早上还有泡，真的，还在泡一次，对了。我今天要骑摩托车，等下泡。该冇空用，按步头泡，冬后水，逆时泡，精神爆爆满。好， okay, 时间差不多了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下次再来找你玩。好，骑车小心哦。好，好，拜拜。